奥多拜是台湾使用率上介悬的交通工具，为着协助有兴趣的民众加入这机车修护的行列，或者是中年专业哦。这彰化县政府公家彰化县商业会是来合作开办这机车修护职业的训练课程，透过这专业的修护职训哦，唔但让失业的民众学习这修护技能，嘛来辅导开业，开创属于家己的事业。不管是换机油或者是保养，这些机车修护工课都是职业训练的基本功，为了协助更加多青年朋友或者是失业的人找到事业的第二春而一技之长，彰化县商业会再度开办职业训练班，不但协助学员拿到证照，也会来辅导开业。因为现在很多都缺少一个专门的技能能够在社会上就业，我们这一班是针对失业者已经没有办法在职场里面工作的，我们就帮他们训练一个专业的机车修护技能，然后能够来投入这个机车行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就业很方便，要开业也很简单。这个训练班有青年朋友，也有中高龄失业者，更加有女性朋友也来报名接受训练，希望结婚以后可以开创事业。觉得现在机电车是一个很夯的行业，而且又环保啊，以后未来的趋势啊。然后最主要是我弟弟他就是没有一技之长，然后以前都是做出工的工作啊，然后所以我鼓励他来啊。那我们家里又有一个店面啊，就想说姐弟一起来努力啊，就是立志考到丙级啊。小阿辉强调，学一技之长以后，唔来协助就业，那是有兴趣家己开业的学员，商业会嘛拢会积极协助。毕竟在无景气的时代，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唔免烦恼无头路。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